盘点女人减肥的劝饭方式。来吃一个。减肥呢？你减肥跟吃夜宵有啥关系？大哥，吃夜宵长胖。你平时这个点儿是不是睡觉？那你都睡觉了，那你消化系统都不睡觉？应该睡吧。那你消化系统这个点儿它都睡觉了，那你吃这一口东西，那不跟没吃一样吗？是啊。你赶紧来口。对呀，你还想让我喝汤？我跟你说，你单吃一个黄瓜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你得吃点肉补充一下蛋白质呀，不然营养怎么跟得上？我还要补充营养。而且你刚刚已经啃了半个黄瓜，你再尝尝这个，哎，那个黄瓜的清香会把这个油腻给分解掉，是吧？对，就中和了，就一点都不油了。不胖了，你们俩这帮上树吧。要不你尝一口汤，如果汤不好吃，我们就不吃，你就不逼你。就吃糖，我不吃糖，吃的太油了。它不油，它油不都已经被炼出来了吗？它只是看着有一点都不油，真的。尝口汤，尝那么尝，真的绝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汤真的绝了，这肉肯定更好吃。我的天，你尝口尝，山珍海味不过如此啊！跟你说真的，满汉全席抵不过它这一道菜。快快快，你尝一口，第一口尝尝，这都只能尝一口汤，先尝一口汤，尝一口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你看下面都是精肉，瘦肉都是瘦肉，不瘦肉都蛋白质是吧？对，都是蛋白质，不会胖的。上面一点点肥肉，不吃肥，我不吃肥的，你就吃这个就好了。尝，哇，你看都是精肉，好不好吃？不油腻吧？有什么理由减肥？一瘦遮百丑，你丑吗？我不丑，大点声！我不丑，对不对？没有理由减肥呀！饮料使你快乐，薯片使你快乐，奶茶使你快乐，姐，油炸使我快乐，这不胡说八道了吗？你能阻止自己通往快乐的脚步吗？我不能，大点声！我不能，我们好不容易爬到食物链的顶端，是为了吃素的吗？不是，大点声！我不可能吃素。贝贝啊，喝奶茶去吗？不喝我减肥。今天星期四，第二杯半价，走。减肥第二天吃炸鸡吗？不吃，我减肥，买一送一，走。减肥第三天吃火锅吗？不吃，我真的要减肥了，我请客。好女医生表，腹背有需要，虽然肉成堆，那是新来的杨贵妃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女人胖了才好看。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女人胖了更温柔。天下的美女千千万，只有胖的最好看。哎，你吃过了吗？你吃过了？我不吃，没减肥你就吃。3 weeks later. 哎，我想，我吃。心疼你闻一下嘛，闻一下吃的更香哦。我真想照你大腿里的我掐一下子，离我十米远啊！别让我告诉你，天天整那老烧烤，咋的？你家那谁跟烧烤店老板拜把子，称兄道弟的，上顿下顿这点烧烤啊，我换换样不行吗？喜欢吃嘛，一点出息就没有。烧烤有啥好吃的？有那钱买点化妆品，啊，衣服咋的让它不香啊？不好看呐。可是那也要吃饭吧嘛。咋的？那还整大着了呢，怎么还吃饭吧呢？吃饭啥意思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吃饭吧，就是两个字很可爱啊，吃饭饭睡觉觉。在草床。哎呀，不是这样了，人家都是爱谁谁。哎呀，不跟你好了啦。呼喝一天，你想减肥成功就甩掉我，哼，女人。拿烤箱干嘛？
那个，我饿了。你别吵啊！今晚啥也不吃了，我要减肥，我真要减肥了。哎，某人又要有口福了。老婆，你是香辣酱还是孜然酱？香辣酱。老婆，你刷酱的这个手法专业。老公，我想喝奶茶。我给你买。可是我怕胖呀。你看啊，奶茶是什么做的？奶和茶，奶不会胖，茶也不会胖，奶茶怎么会胖？哎呦我靠！那我给你吃薯条吧。你看啊，薯条是什么做的？土豆啊，土豆是粗粮，是帮助你减肥的。哎呦我靠！那我还可以吃炸鸡腿吗？你想啊，你不仅要减肥，还要增肌，鸡腿那么多肌肉，吃哪补哪。来，吃，来，吃。这是高的。哎妈，这鸡腿可真大呀，还得炸串，哇，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。我老婆太了解我了吧？这还让我怎么减肥呀？拿回去啊，我不吃。哎，别打开，千万别打开，我去装装样子，赶紧再猛烈进攻我几回，我就有理由吃了。到时候再把减肥失败这件事推到他身上，我就没有罪恶感了。糟糕，被他发现了，赶紧喝口水掩饰一下。你有什么目的啊？我不是这么想的，就不想吃。苦苦忍受。哎，他既然知道了，怎么不继续推进啊？赶紧把鸡腿送我嘴边来诱惑我呀！你看我这挠自己嘴巴，心里都痒痒的吗？想多了，刚刚兔子没洗手，我愿意啊。来了，这一刻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放弃的，知道我是死鸭子嘴硬，但是我要为了面子吊他一下。你们不要跟我配啊，我不想吃。好了，就这样再挣脱几下，我就可以吃了。我真不想吃啊。哎，千万不要听我的鬼话，继续再靠近一点，假装不小心碰到我的嘴巴。我烦死了，都你害的。好了，成功把队友都推给他了，我终于给你吃了。我自己花钱吃的肉凭什么要减？你这个人真的好奇怪，喜欢骨头就去盗墓，为什么要为难活人呢？